六月十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习近平强调，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 布林肯在离开北京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重要的对话。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变化。谈及美中双边问题时表示，美国及其盟友都认为有必要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去风险，而去风险与脱钩存在重大的不同。美中去年的贸易额高达七千亿美元。 两国之间的密切交往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双方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讨论解决芬太尼等制毒化学品输美的问题。布林肯还表示，美中双方同意加强包括留学生、学者在内的人文交流，增加美中之间的直航航班。全美各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支暴力案件，已知至少四十三人中弹，七人丧生。 六月十八日，在芝加哥郊区举行的一个六月节庆祝活动中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表示，超过三百人齐聚庆祝六月节。杜佩奇俊警长办公室表示，一人死亡，至少二十人中弹，至少一名伤者情况危急，其他人轻微擦伤。目前尚无人落网。此外，在加州圣地亚哥十七日下午举行的一场六月节庆祝活动也发生了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十八日清晨的枪击案造成一名青少年死亡，另有至少十名青少年受伤。华盛顿州露营区十七日晚的音乐会也传出枪响，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已逮捕嫌疑犯。另外，在宾州朱尼亚塔郡同日下午发生袭警事件，一名男子在路易斯镇和州警交火，一名州警重伤送医。 警方下午三时在数里外找到嫌犯，并爆发枪击，男子被击毙，另一名州警殉职。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六月十八日，今年美国已有超过一点九八万人在各类枪支暴力事件中死亡。美国国会两党近日提出法案，计划终止对来自中国及俄罗斯的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 若法案通过，预期将会对包括 Shin 和拼多多海外版 Tem 等多家中国大型电子商务公司造成巨大冲击。二零一六年以来， 企业向美国进口的八百美元以内的货品，可通过小额豁免政策来豁免关税。批评者认为，该制度给一些外国电商企业提供优势，造成不公平。新法案则旨在禁止中国和俄罗斯等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使用这项规定，并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所有低于八百美元的货物收集更多货品信息，包括描述原产国以及托运人和进口商的身份。 六月十八日晚，一艘载着游客前往泰坦尼克号残骸参观的小型潜艇在纽芬兰海岸失踪，并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旅游公司 OceanGate 以每人二十五万美元的价格开展沉船探险活动。该公司表示，正在探索让船员安全返回的所有选择。根据 OceanGate 网站列出的三艘潜水器，只有这艘泰坦号能够潜到足够深的地方。 到达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该船重一万零四百三十二公斤。据该网站称，深度可达四千米，可为五名船员提供九十六小时的生命支持。